安大家好，感谢你收看美凤有约，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咯！啊，因为这个做节目吼，定来为了爱水，就爱请一下官大哦。啊，我即卖时节有约安尼，实在坐着是袂歹啦。啊，有时阵无法度坐，就爱徛咧。哎呀，徛久吼，我拢吼一休困，哎呀，紧烫掉，因为吼，感觉吼。脚会安尼酸以外，感觉腰啊什么，感觉会承受不了哦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吼就可能啊，就是私底下我们都是穿布鞋哦，球鞋拍拍照。但是呢，因为工作关系，很多人都要跳几工呢。嘿，落来可能吼腰酸背痛，规身躯都不舒服啊呢。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减轻压力？所以今天这部当中有一款物件要跟大家来分享吼。好，首先请到这位呢，他其实很会保养自己的，他也知道说怎么样，但是我不晓得他会不会腰酸背痛哈，有没有在运动？我们欢迎樊文老师。各位好，大家好，身体知识要注意，少说习惯变成伤害。嘿，对啊，我是做鞋不好，买造成伤害。好，另外这位呢，伊是今天看做鞋是歹，破袂歹啦，啊破东西可能会翘脚吧，那就是真理。身体问题没有尽早改善，变成旧伤就不好了。对，你那点翘脚翘高平哦，有交关腰嘛是不好呢哈。啊，那讲吼，这个这样一个就我对面之类啦。哦，好挺哦，你看，哎，真是我标准呢。啊，这是我们生活达人李思启先生。文姐好，大家好。好，肌肉关节哈都要保护好哦。啊，咱身体的护具被挑选非常重要哦。好，你看你做这个这样的，应该没什么其他腰酸背痛问题哦。其实哦，以前都不会觉得有。因为我是宪兵退伍哎，所以我习惯我姿势就是很挺拔。哎，啊，随着年纪之长哦，哎，我有点变矮哎，有点骨质疏松，哎，这嘛是爱注意爱保养哦，是。那个老师有这种有啊，就是我平常很注意我的仪态，就是一定要做到很挺直，因为你知道个子矮就高一点，这样坐姿哈，至少高个两公分。可是其实伤害是很多，因为比如说像我平常在。做的时候我不会乱做之外，然后因为我们帮艺人化妆，化一个妆有时候就要一两个小时，那个姿势对，然后姿势又不能动，而且我习惯站着化妆，所以我都喜欢化高的艺人，不喜欢化矮的艺人，因为化矮的艺人要蹲得更低。对，然后如果是戏剧开拍的时候找造型的时候就更辛苦，就要扛大概二三十公斤的衣服在路上跑。助理啊，没有助理就亲力亲为，没有啦，因为有时候要自己找了助理，要留下来在现场，在现场盯场，对，我讲我讲啊，这个也是工作的职业伤害的在哈。那我不知道真理你会吗？我觉得女生是因为我们喜欢穿高跟鞋，对，然后穿了高跟鞋，有时候可能录影站比较久，像现在也流行直播，那我有去帮那个连景直播，我们有时候就是要穿高跟鞋，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。因为在面换衣服啦，干嘛这样身形比较干，所以一站就站了很久。那还有再加上我们有时候以前抱小孩啦，以前小孩小的时候抱他抱到就是已经习惯会有妈妈手，你知道，所以这样靠一声关节嘛。对，他刚刚就有声，我膝盖也有，我膝盖也有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，声音很明显。是，这就是伤害哦，有没有？而且我告诉你，不要再不运动了。哦，我们俩都是属于不爱运动的人啊。对，我们俩都是啦，所以都是这样。运动吼，在人的时间较兴趣啦。啊，不过呢，这姿势就真正是最重要。对，有时候吼，有人不多受伤啊，是安怎靠着，无完全好的时候呢，旧伤。也会影响生活，对不对？嗯，有啊，你有哈，我很严重，我表看起来贵州厚厚来的拍了了，对，就可能就厚了呢。我有最严重就是最长期的困扰很久就是习惯性那个腰闪到。那我最离谱是有一次在家里面倒垃圾，那垃圾很轻哦，我就这样站起来蹲下去拿起来，我就闪到了。然后我一个月都没好，我连下床都不能下床，都要扶着，很恐怖。然后我就要去做复健针灸，然后还有推拿。然后到后来就是我只要是站起来的时候，我都要带那个有钢条的那个护腰。护腰。他说因为这样子才会好的比较快，都一定要带着，然后就很严重很严重。你会有这样的状况吗？影响生活？我的状况是因为我之前开火锅店，那因为开火锅店的时候是亲力亲为，自己可能端锅啊、炒锅，而且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在后面煮汤底，那个锅子是这么高的，
因为你要整个整桶嘛，整桶。锅很重。可是你有时候你拉的时候，你想说啊，顺手拉好，就是这样。不行。那个出力就是错的。我搬过花盆就是这样一移，就是错，就扭到了。没错，有时吼，不是你跳钢不设离，就真正你有离设离，他还是会受伤。对，所以还真的是开始要知道怎么样保养。对，然后有什么物件吼来迄落安尼啊，像那等了这款到底有什款的方法，会用好改善。嘿，那像安尼吼，咱来当讲提出的刚刚来做一个舒展的动作吼。那我在这边就是推荐两个简单的动作啊，让大家在家里可以去试一下。咱提出的时阵吼，咱就是低头卡坐嘞啊，然后双脚就是盘腿。如果没有办法盘起来，不用勉强吼，它可以就是盘腿。那身体的话，就是我们手可以举高就举高，然后往前拉，往前拉哦。你如果没有办法往前的时候，你手可以像在走路一样往前走啊，最好是能够压到头。头快碰到地板，这样子可以把我们整个背整个拉开，这蛮像瑜伽的姿势，对不对？很像瑜伽，可是你屁股不能离开，不能翘起来哦，就这样子做这样的动作哦，这样子下来维持大概30秒钟，一天大概做个10到15次，这样子可以来舒缓我们的下背痛。啊，像珍妮姐刚刚讲说妈妈手的问题哈，我们很简单的做一个手部的运动哈，那我们手肘这边微弯哈，微弯啊，手掌这样子反掌过来。反掌过来，我们另外一只手去扣住大拇指，往里面拉，好用力拉，那手肘这边就伸直出去，这样子拉起来，哦，这样子大概是30秒钟的时间，你会发现你整条筋都被拉开了，没有，会酸痛，会有点酸痛。老师，我觉得你应该用眼的。这个用眼睛的地方应该用得很吃力，很多。你看化从化妆开始种睫毛，对不对？然后平常我要爱滑手机，然后手机要滑 FB， 又要滑 IG， 然后滑完之后还要再剪片，每天剪完之后眼睛都很超酸的，都很酸，我都一定要点眼药水。有时候就是，如果没有很严重的话，我会点人工泪液，就让它滋润一下。可如果真的不行的时候，我就一定要点眼药水。舒缓一下，可是我觉得好像长期点也不是办法哦。那珍妮呢？我是自己有在固定吃叶黄素，就是做保养。对对，是就是吃一个安心啦，因为我也是重度使用手机的。现在人家都是这样看剧啊，因为没事嘛，就会看剧，所以就变成说用的时间就长。那还当然是会想要保护眼睛，所以呢就会去戴那种什么防蓝光镜片。我也是装那个，可是你知道戴久了还是会忘记啊，因为觉得讲比较清楚啊，这样子哦，对 对，所以就还是会伤眼睛。哦，是有什么款的方法吼？我把这个吼较轻松嘞。我就是找到这样的一个眼罩，哎，这个眼罩来对吼，我可以一组一个磁石长一个胶片的来对吼，我老公。眼睛疲劳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戴上来，然后休息一下，大概10到15分钟。拿下来的时候，觉得比较亮哎，比较哎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我喜欢戴硬干嘛就舒压，这个戴上去哈，非常的舒服哈。哦，它刚好在眼睛那个太阳穴那个旁边呢。对，那一般啦，公把肌肉升起来，把肌肉挺下去。医生都说叫我们不要去揉眼睛，啊，让那种来揉这太阳穴这里收窄。阿姨在多阿奇设计刚好是固定在太阳穴这个位置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做舒。是它的布料也算是有透气性亲肤的吼，对，布料以及台湾百合的竹炭纱的布料吼，啊，一打丢吼，一弄五个也一个身份证，它的序号都是不一样的哦。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就是可以辨别它的真伪的部分，每一个序号的话，它就是不同的身份证在里面，啊，所以它本身就是有圆外线。好的效果，所以你戴起来的话，它有一个温热感，还蛮舒服的。另外一个我还蛮喜欢它的部分，就是它后边这个松紧带哈，一起搞无压力的松紧带，它这是没有压力的。眼睛有变亮哎，有拿下来吗？对，我拿下来，眼睛的那个这边会觉得比较松一点。哎，有，就是边这边对不对？眼压这里有松，有哎，真的。因为我戴上去的感觉是，我觉得有好像微微的麻麻的感觉在这边，因为我今天头很痛。所以我就觉得这边戴完之后，这边这根好像开了哦，对，就是这边眼压变得感觉有松，所以觉得比较亮哦。对，这个有妈妈手的话呢，也可以有舒缓的方式吗？对，其实如果说针对妈妈手的部分啊，几款这类护腕哈，那我们来宾这边两个都刚好有手腕的问题，可以来试一下。对，然后一样，我这个是把这个。
这里面也要两组的那个磁石，我一定要把它贴在外面，让大家知道说，哎，磁石是在长怎么样？那它其实是缝在里面的哦，它是缝在里面。那今天就刚刚一教这节设计哈，当拇指套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往手背的方向拉过来，拉过来绕一圈。那要粘上去的时候，我们手伸直，这样它贴合度会比较好。啊，你看是比较上面比较酸痛，还是下面？你就可以自己调整位置。哦，啊，它这样子起来的话，就帮我们手部来做一个舒缓，而且伊这个内底吼，一个迄个里程一个竹炭砂，它伊都有一个永汉线的功能伫内底，把这个布料加开的时阵吼，伊是安尼一个状况。外面这一层的话，它是一个吸湿排汗的一个布料啊。中间这里面就是有这样子一根一根的支撑条啊，它就很像很多小手帮我们做一个支撑，所以你崩开也嫩嫩。第一个它是一个支撑性会比较好啊嘛，防止它们碰撞。再来一个功能就是说，它也帮把它的热气排出去，它把温度锁在上面，所以你端戴起来的话就会很舒适、很透气，然后不会闷的。戴这个然后拿东西会不会靠无力啊？挂这個来讲吼，咱姿势对，还佮加上磁石产这个折的功能吼，所以你在提东西吼，你会比较省力，而且你自己会觉得差很多。那如果那个整个来讲，这个腰部哦，嘿，那我们家修改那花嘞吼，应该就加较轻松嘞。其实若讲伫咧咱的腰的部分吼，我有找到这条护腰来讲，这个护腰来对吼，伊赶快嘛有能做一个磁石跟那个折片在里面哦。那它这个里面呢，它这边做的吼，一起做一个可以移动式的。你若讲腰管定较酸痛，咱就甲移到上面来。哦，它下面比较酸痛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下来，可以活动的，对，它可以活动，可以自己调整，就是在腰椎的上面或下面，可以自己去做一个调整。看哪里不舒服可以推。对，里面这一层它也是用竹炭砂。用一个百合竹炭砂去做一个基底，所以它有一个天然的永外线在里面。阿哥加上磁石产折的一个负离子，啊，产磁能的效果，那对我们的腰椎的保护就会比较足够一点。那这个直接接触到皮肤不会不舒服？不会，其实里面这是狗竹炭的布料，所以它会比较温和，触感会比较舒适一点，透气度也会蛮好的。那它吸湿排汗的效果也很好。如果不介意的话，随时在家里海沙搞靠拢会用。系啊，海沙，我靠的血塞啊！不需要，需要腰很严重。那其实吼，我靠曾丽姐，你拿那个哈腰带吼，我要教大家一个部分吼。大家那哈腰带，尤其妈妈的厝那哈腰带，有时啊吼拢哈唔掉。这管定有刺刺的，这个魔鬼站在咱的右手边。啊，要哈去的时阵呢，咱会记得两边甲对齐。两边的长度先把它对齐，它要连上去的时候，我们拿那个丹琴深吸一口气，很优雅的就直接把它连上去，这样子第一层的保护就保护住了，这起帮它那核心加护住，啊，第二层那我们搬当的时阵吼，咱就给它揪开安呢，吼，安呢就会变这攻击的防护在这里，很舒服哎，对，对。它戴起来就会很舒服、很舒适。那背后这个支撑条，它就是会笔直的，刚好分布在我们腰的两侧。还蛮舒服的，是很时尚哎。对，而且戴起来腰马上就变细了。对哈。嗯，现在就挺嘞，挺了，不会驼背。那这个应该重心会很稳吧？对，这个起来的话，重心也会变得很稳。哎，因为来这有加折时候，哎，让咱的平衡感较好。那你当车。班伟老师出来气矿嘛，一个平衡感。哦，还好哈，我这样子一压你就倒了，就正式一拉就，我这样一压你就倒了。那我们只要这个护腰带上去呀，哈，其实也不用说到带上去，因为它里面有磁石在里面，我们只要有接触到我们身体的话，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。带上去之后，我们再来试一下你的平衡感，一样扣住。好，来，你看我整个人可以。70公斤跳上去，它会很平稳，不会倒。再一次，好，再一次，不信，把它拿掉，拿掉，拿掉，好，拿掉，来，怎么可能？太厉害了，对啊，怎么可能？那我们再试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准备好一下，好，来，好了吗？站稳哦，站稳哦，你要站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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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很稳，我还往后，但是我看它里面有很多。
条这样支撑，对，它会不会影响行动呢？其实哈，这个支撑条我们有带来几种不同的支撑条啊，让大家来做一下比较，让知道怎么做一个选择。这个东西就是要我们有开刀受伤的人在帮助支撑，你这要安那，让你袂叮当，啊，你受损的部位才会增生。生后的时阵，吼，这都要拿掉啊，不然你用久了，你核心就会没有力气，因为你一直被这个撑住。那你拿掉的垮下来了，所以很多老人家说：“哎，我拿不掩护腰，我都惊了。”这是错误，因为你用错东西了。啊，另外这种就是讲，点点来看到这种是 PVC 的塑条，它也是有点支撑性。按过这种吼，那拿弯，比如说妈妈来的经常性弯了是就是超十几分钟、半点钟。啊，弯这个姿势弯了去的时阵，啊，你还要掰开的时阵。一个把你扭掉，变形了，对，它就把你拉起来，变成是没有一个支撑的作用，变成是一个反效果。我今麦吹到的这条嘞，也是搞这种软性的塑钢条，它这个是比较有专利的，它自己做一个立体的部分，然后一定要解做立体的空间。那那弯胸固的时候有一个回弹性，跟人讲，哎，你弯胸固啊，你姿势唔对，爱回来，所以我们弯下去，它会有一个弹性帮我们弹回来。好，所以你穿起来会很贴合，很舒服。那你要前弯后弯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动作。啊，主珍妮跟老师用的是什么款的尺寸？主一定用 C 号的。嘿，珍妮用的是 SM 好像 SM， 拢是用 SM。那你伊这个吼，伊就贴心做两个寸球。哦，啊 SM 就是一般啦，穿裤穿 S 啊到 L 的，咱就穿 SM 的寸球就会使啊。啊，那穿裤是穿XL 到 4XL 的人用大号的，哦，这两个号码，两个号码就简单选择的，对啊，了解。这清洗嘛是安尼啦，吼，简单卖用柔软剂，对，不要用洗衣机，因为它会 keep 啊个来对，有支撑条哦，你就去胖，它更派，它个脱水嘛，卖尽量卖用脱水机。啊，刚才说我流汗啊，是安怎？就清洁就好啊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呢，今天好像那个我们李先生的。妈妈啦，姐姐也来现场跟大家分享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自己虽然是达人的话，我要邀请自己家人的身体也是要照顾好。那时候我有邀请妈妈跟姐姐来帮我们做一个腹肌的分享。好，这个姐姐啦，林美菊哦，是欢迎你再度来。谢谢。啊，另外这是妈妈阿基亚。老公今嘛吼，挂水烟挂足大汤的，足大汤，对啊，大汤。然后我也跟我弟说，你今天弄这两桶好像真的有点小看我了，因为我是从事船产嘛，啊，每天工作的纺织业，啊，去摸会抽大概物件，大概拢会重训呢。对啊，那个所以那个都很重，嗯，那劳动那个其实是蛮辛苦的。所以弟弟他就很体贴，他找一些保护我、支撑我身体，让我工作更轻松。妈妈也是嘛，哈，对，那里面你嘛是我你看到哪？我头扎的都拢没看，对，看不出来，都看不出来。啊，你坐的姿势又坐，对，很体贴，很显瘦，对。妈妈蛮轻啊，你很舒服嘞，而且保暖嘞，哈，还个水感嘞，你看，水感嘞。当然，妈妈可能比较没有在看3C的产品呐。其实妈妈吼。很爱追剧，都追凤姐的剧。哎呦，你赶紧讲，你快点拢坐下，你赶紧讲。你要先困，因为天气快快来看，看了才有困。大家看，搁看重播。真欢喜，要陪伴你过日子啊！哎呀，常常看久吼，伊拢感觉目睭较酸涩。哎，看电视也无代志嘛，伫厝里头看电视，看较久拢感觉目睭酸涩。酸涩。啊，我就会摕眼罩给伊演。我讲啊，是要安怎？那目睭那？安尼就艰苦个，迄任务个。伊讲我提眼罩互你挂，啊有影啥是若咧广告我著甲挂咧。啊，若咧过咧做，我著甲做。哦，目睭一干啊金啊啦，哦，更快啦，对个咧。所以我就讲吼，电视若看久先，目睭爱休息，对，要休息，对，要休息，休息。其实不要盯着荧幕太久，很伤眼睛，真的很伤眼睛。那这个真的是有了这些，生活上就便利很多，对，真的非常好。那妈妈上次来节目，也真的直接拿那个桶子，拿那个水，哇，轻而易举呢。
不简单，对哦，其实像这个对姐姐来讲是小 case， 啊，姐姐平常伊就是伫咧上班吼，伊伫咧纺织把这做缎带嘛，啊，伊鞋也是困东西十几公斤都要搬，那我以前看她在搬，我都很舍不得，我用刚刚我给你倒光了，光到没有，我赶紧把它搬就掉了。像这个水桶对她来讲就是太小 case， 她一手就几乎可以提两瓶了。姐姐当然来计划，来来来，这个啊，这个真的是。一根手指头就 OK 了，就这样子就可以上去。以前有做衣服，还可以护腰缠护腕。嘿，我有个秘密武器也在这里，一根手指头。啊，穿个内底，嘛不快，不快。啊，那就吼，我咱那底下冬天呐，弄个什么给它敲溜，啊，那个的节制起来。哦哦。啊，所以就真的很轻松啊，就这样子。我可以这样子，厉害哦！一根手指头就可以了，哇！听课的，听课的，听课的，记两块嘛，记这样先管。他妈妈就是有带护腰的，他手部哈有腰要保护住，他手腕也要保护住。妈妈真的可以，81岁，他在家里记得轻松，轻松，轻松，好轻松哦！哎，一定都哭了，被看到不稳，太帅了，对呀，对呀，而且这样就拿起来，对。轻松哦，哇！你要溜达嘞，所以会做这些动作，那你出来爱注意哦，那不要在家里不要这样随便试，很容易会踩到。所以应该要有个好的护具啦，协助啊，让我们在搬重了或做什么生活上会比较轻松一点，然后也让我们生活比较便利。我们刚好爱一个哩，就是。身体基本上就是那有骨伤的，爱去真正爱骨卡爱注意，哦，爱注意爱注意。唔好想讲啊，今麦就讲无要紧嘞。我讲少年莫靠说少年，因为少年吼，这到有岁时阵吼，遐骨镜头拢出来啊。对对，哎，所以这个保养起来，讲起来是真正最重要的。对，哎，好，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，谢谢，好的，谢谢，阿哥谢谢，一定好，一定好，真好，真好，第一平安。我今天你想欠钱了，我给你发链接。啊，今麦你来嘛，怎样？有可以得救，要照顾好。